新中国70年以来，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发动机技术从无到有，然后现在又从有到精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国的发动机技术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。通过这套系统，我们可以快速的让飞行学员了解和掌握飞行知识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节约成本、节约时间，为我国的民航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飞行员。把飞机这种普通消费者以前敢想不敢买的这种产品呢，把它这个购买的成本降到最低啊，在3-5年之内能够实现飞机拥有者和飞机飞行者的这种梦想。